我是陈玉璇，我来自高雄女中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讨厌上台说话的人，因为我对自己很没有自信。在电视上看到 TVBS 主播营，学长姐能在台上流利的说话，让我心生憧憬，因此我也报名了这次的活动。这三天下来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包含六大心法、四大招，还有如何增强自己的气场，及如何克服自己紧张的情绪，这些都让我获益匪浅。这三天下来，我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就是他们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勇敢的上台说话。老师也能幽默的上课，课堂中我们也获取了非常多的知识。最后，我想谢谢所有的老师们，让我获益匪浅，学到了这么多东西。谢谢当初的我选择了主播营，让我能在台上勇敢的表现自己。希望这些学到的东西都能在以往运用，谢谢。